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趋势百分百》，我是罗源投顾王俊杰。那虽然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是短线涨多的一个拉回整理修正，但是至少在昨天拉回整理修正，至少在整个美股的一个盘后又持续的做个反弹的一个格局。那其实最主要就是在整个过去这段时间，台股特别是在整个电子股的族群里面，在过去这几个月真的跌得太深了。那因为在整个电子股跌深的一个反弹的一个带动之下，那大盘加权指数今天是开高走高，最后是上涨了155点，收在16056点这附近。好，那现在重点来了，当整个上个礼拜是台股一根大跌385点的长黑，破底达到15600多点的时候，全市场是非常的恐慌害怕。我相信在上个礼拜四，当天有市场上多少的专家都建议你要卖股票，建议你不要进场抢反弹。市场上多少投资多少专家告诉你，不排除会跌到整个前波的低点1519点附近，跌到15000点，前波低点15190点、15000点上下附近再说。结果当整个这些话讲完之后，整个台股从上礼拜五，直接没有低点开高走高，大涨200多点。昨天大盘指数虽然开高走低，但是仍然是上涨60几点。今天也是开高走高，又上涨150几点。其实，如果从整个短线低点15656、16116点到整个今天收盘收在16056点，大盘指数其实短短这3天也弹了多少？400多点上来了嘛。好，那整个台股破底翻连涨3天之后，接下来多空该如何判断？我想我还是会很客观的把我的看法告诉你，因为毕竟你知道我信教师，我不是死多头，但我更不是死空头，而我往往都是在整个不管在整个短线或者波段相对低档区，当整个全市场大部分的专家，当整个全市场大部分的所谓的网络达人、网络酸民们，以及大多数投资人在悲观绝望、在一度一致看坏的时候，你会发觉我往往都在低档区，不是落井下石、才是我水狗，我都是在雪中送炭。每每在低档区都建议善意的提醒你，不要砍在短线或者波段的相对低档。但是每一次涨到整个短线的压力区或者波段相对高档区，你也知道我都会在高档区。当然你可以讲难听的说我在泼，当下你都觉得我在泼你冷水，其实我都是在高档区帮你踩刹车，避免你追在波段的相对高档，而恐慌害怕的含泪停损在整个短线的相对低档。所以大盘加权指数接下来多空该如何判断？连涨3天。当散户不请自来，大家都开始就进场去抢电子股的反弹，追电子股的反弹的过程当中，是直接要卫星弹升扶摇直上的吗？还是可能短线最近这几天随时会见到短线反弹的压力区，再下来探底打底？我待会会把我看法告诉你。再来，同样的，在航运类股也是一样，我相信在整个昨天跟这2天都市场都在跟你谈到是，整个欧洲的航商马士基跟赫伯罗特。航运的巨头真的看坏下半年的运价，这个是到底是真利空还是假利空？那你不觉得这个很好笑的一件事情吗？结果如果说真的，马士基跟赫伯罗特真的是看坏下半年的运价，那为什么赫伯罗特的股票昨天是创下历史新高，昨天还持续上涨再创新高？那为什么昨天呢？马士基的股价是开低走高，是收红的？如果真的是，马士基跟赫伯罗特真的是看坏整个下半年航运股的景气。那如果说整个航运股的景气，正如现在所谓的报章、迷你杂志，或者所谓的一些航酸们的这些所谓的航酸的专家或者投资朋友这么看坏航运类股，那我想请问各位投资朋友们，那应该全世界的航运类股跌多少跌少都应该要下跌吧？对不对？这个景气不是只有台湾有航运呐，对，不是只有长荣、阳明、万海有航运股啊，是货柜航运啊。如果整个货柜航运、整个航运的景气、海运的景气真的要崩盘了，那应该是全世界的航运类股都要跌吧？你觉得辛吉老师讲的这句话有没有道理？如果真的是全世界、整个全球的海运的景气到已经要见顶了，因为现在已经5月中旬了，距离下半年，对不对？第三季也只剩下最后的1个多月的时间。如果第三季真的下半年运价要崩盘，那为什么到昨天为止，赫伯罗特的股价还是在创历史新高？那为什么到整个昨天，甚至包含昨天晚上的欧美的所有航运类股都是收红的？为什么今天的
日韩的航运类股全部都是收红的，甚至你说看到整个中国海控今天也是在平盘上下附近，也没有大跌到哪边去啊。那可以说是最近过去这一两天以来，哦，这两天，哦，虽然台股反弹的，但是你知道这两天跌的比较重的，哦，大家现在要么是之前看好航运股的一些专家们，现在可能避之唯恐不提，对，都不敢提航运类股的，或者赶快撇清关系说，哦，我的软体指标早在几天前就出现航运股的卖出讯号了，那你几天前怎么不敢公开再告诉大家？一定要等到这两天航运类股跌下来，你又拿着你的软体指标是有看图说故事放马后炮的吗？对不对？那要么就是你会发觉这两天许许多不管很多的报章名杂志，很多所谓的一个同业专家们，甚至把很多的网络达人网络酸民们，好，特别是一路看外航运股的这些所谓航酸们，好，我相信最近的空方的声音都很大声。好，那整个如果整个航运类股真的景气变坏，为什么只有台湾的电子航运类股在跌？好，这个问题你要去思考一下。如果是整个航运的一个景气走完了，那应该是全球的航运类股都要跌，差别只是在跌升跌浅而已。那为什么全球的航运股都在涨，唯独台湾的航运股在下跌？当然你可以跟信角师讲一句话，是国外的航运股在涨啊，那信角师你不要分析，你要分析国外的航运类股，你去做国外的航运股啊，对不对？你去买航运赫伯罗特啊，你去买马士基啊，你去买美国的宜兴航运啊，对不对？台湾是台湾啊。但是为什么当整个全球的航运类股在涨，唯独这两天台湾的航运类股独自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想请问各投资者反问的就是说，是真的这些外国人比较笨吗？明知航运股的景气要结束的，他们还在当孤彩，还在追高航运类股，准备被人家挂孤彩吗？真的是国外国人比较笨吗？国外的一些投资人国外的投资人比较笨吗？对不对？国外的投资人比较笨吗？明知下半年景气要结束，竟然都还在追高航运类股，整得被人家挂孤彩吗？那你说如果只是日本人比较笨那就算了，你如果觉得说只是韩国人比较笨就算了，难道等整个欧洲人士，从整个美国人，整个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大家都是笨吗？那只有我们台湾的这些所谓的法人，只有台湾的这些所谓的专家，只有台湾的这些所谓的网络达人网络酸民们最聪明吗？大家告诉你景气循环股航运的运价到顶了，航运的一个获利极其高的景气最高峰到航运要崩盘了，还是其实回过来就是这会不会是，哦，看着整个台股可能一些散户，哦，很容易受到一些消息面影响过度的追高杀低，而利用这种消息面搭配短线的股价的刻意灌压，哦，来修理所谓的一个，哦，所谓的一个台湾那个散户们，哦，其实讲白一点，就是，到底是台湾的散户比较聪明，知道要避开航运类股，然后外国的投资人比较笨，还在追高航运类股准备被人家挂股彩，还是台湾的散户，哦，到时候又被人家蒙了，又被人家骗了，又要像之前的前几次一样把手中航运类股，把你手上的船票到时候又砍在整个短线或者波段相对低档，然后电子股过这几天又电子股会不会又追在你短线反弹的相对高档？那我相信这种戏码其实在过去这半年多来已经不断的至少重复已经上演了三次了。那如果你之前的三次你都被市场骗了，都被说一些所谓的报章名杂志，都被这些市场上的所谓的这些专家们、法人专家们，都被这些所谓的一些主力作手或者网络达人、网络酸民们骗了，每一次都害得你把航运类股、把你的船票砍在相对低档，然后电子股每一次都追在波段或者短线相对高档。投资朋友们，难道这一次第四次你还要再重蹈覆辙吗？所以待会我会在整个节目里面或者针对整个航运巨头看坏下半年运价的
这一篇的原文，哦，我们翻译的东西会不会是真还是假？会不会有一些媒体过于耸动，为了博取所谓的一个什么收视率、收听率，或者他的报纸的收看率，哦，用一些过于耸动的言论吸引你去注意这些东西？我想是真利空还是假利空？除了国际的航运类股在涨之外，我再打我的看法，哦，提供给你做参考。或者你说把我们国内嘛，对不对？长荣、阳明，对不对？这些董事长或总经理的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吧。那你也知道，其实到目前为止，全市场可以过去这半年多来，哦，带你操作航运类股，不管在波段或者短线操作，到目前为止仍然保持全胜的，就只有信息老师做得到。啊，不管在波段单，或者阳明的短线的价差单26趟的全胜，长荣的25趟的价差单全胜，哦，到目前为止都是100%的一个胜率。但我也讲过的，哦，我们在操作航运类股，我不敢说每一天进场都是买到最低，卖到最高，哦，今天买的今天就大涨，或者今天买的明后天就大涨上去。我相信过去的我们这25、26趟的一个价差操作的100%胜率，哦，我们可能买了之后也有可能被短套，哦，这个我都承认。我不会说股票像其他专家一样，哦，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哦，如果买的股票万一被短套的，然后不敢在节目中告诉你，哦，然后这个就是因为他们是虚的，只是为了做生意收会员而过度吹嘘自己的操作绩效。那我相信俗话说得好，真金永远不怕火炼。如果一个专家长期下来可以让他的会员在股票上赚到钱，如果一个专家可以长期下来让他的一个粉丝团好友们，哦，透过粉丝团的每天的盘中的讯息的操作，给粉丝团的粉丝好友们的操作建议，长期下来可以赚到钱的，哦，或者让我们的忠实观众们长期下来可以趋吉避凶赚到钱的，我说真的，哪怕短有时候股票被短套又如何？哪怕有时候真的偶尔看错做错的，哦，停损停利出场的，但是长期下来至少有高达8到9成的胜算。今年从1月1号到今天5月17号，我们仍然保持100%全胜。我们在过去今年从1月1号到今天5月17号为止，我们手中我们在过去操作这4个半月操作股票，顶多被短套。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是每一档股票都可以获利了结出场的。我们今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档股票，哦，是含泪停损出场过，连一毛钱都没有停损过。我相信其实各位信吉老师的家族成员，所有信吉老师的一个不管是 FB 的股市群会 Telegram 或者大 S 粉丝好友们都很清楚知道，都可以帮我们做见证。那这个我废话不多谈。那当然我讲的嘛，如果你在做一个股票你没办法接受，哦，你接受说你今天买的股票今天可能会被短套，哦哦，或被短套的投资朋友们，那我也讲过了，谢谢，哦，请你以后请你立即转台，请你从此刻开始以后不要再看我的节目了，哦，如果你一定要买的股票今天买今天一定要大涨，哦，今天买的明天一定要大涨，哦，你没办法接受没办法忍受股票可能被短套的，你一定要那个很羡慕，哦，那种很完美的理想化的操作，哦，今天满天每天不管今天大盘指数大涨或大跌，每天都一定有股票涨，啊，你信吉老师你怎么没那种本事挑到今天涨的标的，啊，今天如果什么电子股涨，你怎么今天没有买到这个电子股，啊，今天金融股涨，你怎么没买到这一档在涨的金融股，啊，那一天钢铁股在涨呢，你怎么没买到钢铁股，那个，快筛试剂股在涨，你怎么 没买快筛，农粮股在涨，你怎么没有买农粮股的，那我讲的嘛，谢谢，咱们再联络，哦，也不用再联络的啦，哦，你直接看其他专家的节目就好的，哦，这个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的。但是我相信我待会我知道整个行业类股尤其这两天杀下来，你看到法人特别投信在卖，哦，法人站在卖方，你看到好像利空消息满天飞，你看到电子大盘指数这三天的反弹，你看到这几天这两三天电子股的个跌升反弹上来，我知道你手上有行业的股的人你会比较慌的，
我知道你手上有航运类股的人，你又开始你的心中又在犹豫了，我该不该卖掉航运去换电子股，我该不该卖掉航运股去换电子类股。当然待会在节目当中我还是会把我看法好提供给做参考。那回过来其实谈到整个大盘加权指数的部分，我想过去我就不多讲了，是在上个礼拜四这根长黑破底全市场最恐慌悲观的时候，我告诉你的黎明前的黑暗，融资大减加速赶底，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好，我想我不是死多头更不是死空头，我是在上个礼拜四大跌的时候跟你讲，不会像其他专家这一根长黑下来多少人告诉你最少要跌到15000，结果呢你还没看到15000，至少短线先弹了400点再说。好，那整个短线的反弹上我会跟你讲会来到大概十日线到月线附近。好，昨天上来的好，这个针对整个为什么第二季到第三季是黎明前的黑暗，好，详细的原因我知道这边我都大概有不跟你做一个分析。好，我在这边为什么不会像其他专家在整个上个礼拜破底的时候看得那么悲观的原因理由，我想我这边都跟你做一些至少是什么大意的一个大致上的跟你说明我的个人看法，提供给你做参考。我想好，这个事实确信都涨上来，我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那如果你对我上述的这些为什么这么看的原因理由好，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我想信杰老师我在我的粉丝团的盘中讯息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哦，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这边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再多讲。好，那当整个大盘加权指数连涨三天上来，那俗话说得好嘛，连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嘛，对不对？尤其最近这几天电子股跌升反弹的，我相信现在市场上多少专家都会告诉你，看到航运股跌跌，看到航运股跌然后电子股涨就很开心，因为这些专家永远就只会做电子股，因为这些专家之前就是在过去这几个月电子股被赔的套得很深，赔得很惨的，对不对？那这个题外话我不多讲。好，那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今天刚好来到十日线附近，十日线到月线仍然是短压，短线如果有越过十日线哦，要么你是稍微这边震荡一下再上去，要么就直接上去，我都没有意见，大概最多大概顶多来到十日线上月线上下哦，顶多最多来到月线上下附近。你会发觉过去这段的一个回档每一次都是在十日线到月线之间哦，反弹上来都还没有正式越过这条月线过，所以月线上下附近是短压，之后还会再做上来之后还会再下来探底打底哦，短线上来之后尤其越接近月线附近，就指数而言你就尽量不要过度去做追加买进的动作。那如果当大盘指数越接近上月线附近哦，最近这几天反弹到压力区的电子股，你就要舍得高出低进做价差来降低你的持股成本，你才能赶快解套获利。那你千万不要每一次反弹上来你就开始松懈的，你又开始转为乐观的，以为台股要同时要波段大涨上去的，然后上来你又舍不得卖，你又不晓得卖，等到下次压回的时候你手上的电子股这几天反弹结束又下去破底的时候，你又再来后悔你没有在反弹的时候出在相对高档哦，等到你手上的电子股最近这几天反弹的结束的又下去破底的时候，你才又到时候又恐慌害怕含泪停损在下一次的短线的一个甚至波段一个相对低档。好，那整个波段看法没有改变哦，真的是针对大盘跟短线跟波段，详细的情形你就看我的粉丝团的盘中讯息就好，这里就不多谈，所以我还是没有改变。尤其最近这几天如果来到月线上下附近，好好检视你手上的股票哦，哪些股票反弹该拉回该买，哪些股票反弹上去你该卖，高出低进做价差降低持股成本，或者哪些真的是不行的标的反弹一定要卖换股操作，我想我个人看法没有改变啊。再来谈到整个电子股的部分，你也知道哦，前几天之前在60-70块在市场在追，我都不叫你不要碰，在过去40几块我天天告诉你，你40几块买联电你一定会顶多被短套，一定会解套获利，我现在都很清楚知道好，信杰老师跟其他专家最大差别在哪边，我带你做股票我一定会把你风险跟利润都先帮你考量进去的好，那我在不管带你操作股票，不管是带着我会员带着我的粉丝团好友们甚至各位亲爱的忠实观众，在节目当中跟你公开推荐股票我都讲得很清楚。当然我知道很多投资朋友们嘛，
你听到说买股票顶多被短套，有听到短套这两个字你就没兴趣了嘛？你听到可能会被短套这两个字，你就什么？你就开始又担心害怕的嘛？哦，然后你不敢买，然后去跟着人家去追当天当时的短线的强势股，可能之前又去追龙娘，又去追所谓的什么生技防疫股、快筛试剂，现在又套牢在相对高档区。那我信杰老师，我是很坦白老实告诉你，我不喜欢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哦，画梦画大饼，然后说明天有标股，明天你今天进来找我，明天有股票一定让你涨停板，让你先赚一根涨停板10%再说。我都很客观坦白告诉你，哦，啊，你去跟追逐那些每天在标股的专家的，哦，今年到目前为止你到底是赚了多少标股，赚了多少钱，还是追的标股追到最后满手套牢股票赔了多少钱，我相信这个不用多讲，你自己心里有数。哦，台面上许许多多的专家，同业的专家们可以为了做生意收会员，哦，昧着良心胡说八道没关系，但各投资者，你跟着这些专家们，这些标股专家们，今年到目前为止怎么赚到钱？好，我相信你自己心里有数，我不多讲。好，那联电，我觉得来到季线这边50块附近，哦，40几块叫你买，现在来到50块上下附近，我觉得空手的你就不要急着追了，毕竟这边有一条季线，就算过的也随时会再压回整理。好，你就静待下次的一个买点浮现。那我们联电也在昨天告诉你，我们之前在过去带你做的，带我们的家族成员，带我们的粉丝团好友们，以及各位亲爱的投资者做的事，他的家照放口袋了嘛？对，过去这段时间，不管大盘指数大跌了，哦，将近大跌了3000点下来，至少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买联电，我们是赚了4趟的价差，好，哦，放在口袋你都知道。那重点是，当我们把最近这几天把联电有做一些获利调节的嘛？那获利调节资金抽出来的，我们又转战在这几天，我们又转战新的标的嘛，像这一档也是在从低档刚上来的鼎泰丰，哦，近期将公开标售土地，哦，那这一档如果你对你有一些投资朋友们，我知道当然大部分投资你是对电子股比较有兴趣，哦，那我也知道有少部分投资人还是会对什么营建资产这一块比较有兴趣的，特别是资产的这一块，那如果你对营建资产比较有兴趣的，或者你属于说谢老师反正不管黑猫白猫嘛，能够抱我在低档底部的股票让我赚到钱就是好猫嘛。不管你是要带我在之前40几块买联电，你要在之前带我买航运股，不管你是要做波段做短线价差，或者之前可能在24、25块带我们买华元，40几块那时候带我们买所谓的一个自超，哦，50块左右当时带我们买过的所谓的一个联强，哦，这些等等的很多的股票，对不对？不管黑猫白猫。会带你让你赚钱的就是好猫，对，但是你会发觉我给你推荐的股票都是第一个是在低档区的，哦，一定是低风险高报酬的，风险我就已经帮你考量下去的。第二个，所以你看都是在低档区，包括你看之前联电在低档也是低档跟你讲啊，哦，对，都是在低档区跟你推荐标的，好，哦，那而且第二个可能都是基本面不错的一些标的，那如果你这对这种目前股票在低档区。近期将公开标售土地，那这个如果这一块土地如果有标售出去，大概对它 EP 的贡献度搞不好有超过10几块哦。哦，我不是在给你画梦画大饼哦。如果它这一块土地最近有标售，公开标售出去，大概对它的 EPS 可以贡献到10几块哦。好，哦，那我相信股价从低档开始涨上来，这个不用多讲，应该是有人进去卡位的。哦，我相信投资们。哦，聪明的你应该看得懂啊，应该是有人进去卡位的。好，哦，那如果你对这个鼎泰丰近期将标售、公开标售土地，到底是标售哪边的土地，或是你想更进一步了解的人，或者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加入信杰老师家族团队，或者你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我想陆陆续续外这几天，我会针对这档股票，哦，在我的粉丝团的盘中讯息里面，再跟你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个分享动作。甚至这一档鼎泰丰，如果你有兴趣的人，或者你手上有的人，接下来你该如何操作？你的利润，我们说你的利润就是你的报酬率有多少？好，如果真的土地标售出去，真的 EPS 贡献10几块的话，你的利润有多少？那你如果去买这档鼎泰丰，你的风险在哪里？我一样都很客观的会在粉丝团的盘中讯息里面跟你公开分享。好，信杰老师。不喜欢像其他专家一样
永远只跟你讲利润，永远只会跟你画梦画大饼。你会发觉我只要带你买股票，除了跟你追求利润，我也会告诉你你买股票的风险在哪边。好，那你自己心里有点底。就如同当时四十几块钱跟你讲买联电嘛，我也没买到最低43块多啊，我最低就是买到46块多啊。但是我那时候跟你讲，你就算买在46块多的联电，你顶多被短套，你现在回过来50块，你闭着眼睛随便卖都卖得到，对不对？你一定可以解套获利的道理是一样的。好，那这一档股票我就不多谈了，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加入新假设家族团队，或者你可以稍微去看一下我的粉丝团里面有稍微给你稍微做更进一步一个介绍动作。好，再回过来谈到航运类股的部分，我想好，过去不多谈，我不是死多头，我在去年大家都在封航运的时候，我在高档叫你卖航运买电子，对，你在这边追航运，我在低档这边叫你买，然后你在这边追航运我叫你卖，你在这边卖航运换电子的时候，追电子的时候我这边叫你买航运。那你会发觉每次低档区后航运股都是利空啊。去年十月份长荣阳明80几块，我不跟你讲真利空还是假利空，大家不是从去年第三季就告诉你航运股要崩盘的吗？运价要崩的，获利要大幅衰退的，怎么从去年的十月份到今年现在五月份，半年时间过去了，请问运价崩了没？请问长荣阳明获利大幅衰退了没？都没有嘛。这不是只有长荣阳明第一季财报好吗？你看马士基，你看赫伯罗特都在最近调高今年的财测，调高财测还不是像电子股有的调高1%、2%、5%、10%、欸，马士基动不动一调高就是1/4%，25%、欸，大家都在调高今年财测，欸，对不对？但是你看每次在低档区我都跟他是真利空还是假利空，很多的主力作手会透过报章名义杂志怎样在低档放一些假利空出来。那为什么很多的主力作手会在低档放假利空出来？他们目的在干嘛？第一个，你手上有航运类股的，他希望你砍在地板，你把船票恐慌害怕的便宜卖给这些主力作手，他们可以因为有放利空，你恐慌害怕你把股票砍掉的，所以他可以在低档捡便宜货。好，这是一种主力作手。第二个主力作手，他可能是怎么样？我手上有电子股，那我手上有电子股，我涨高的，我电子股我想要出货啦，那我想要出货，可是你手上有航运类股啊，那我怎么办？我要放航运类股的利空啊，然后什么？然后跟你吹嘘电子股的利多啊，那我在低航运股低档放航运股的利空，在高档吹嘘电子股利多，我相信一定会有投资朋友怎么样？航运类股砍在地板，然后受不了，电子股追在相对高档。你看去年十月份就是这样，多少人把航运股砍掉了，去追低轨卫星，去追元宇宙，甚至去买60几块的联电，然后一路套到现在为止都不晓得该怎么解套，对不对？你看我讲的是不是事实吗？而且我讲的都是已发生过的呢，可能都是个头之后你的亲身经历呢，你的惨痛的经历的你的经历呢。当你曾经有这个惨痛的经历，这种亲身的经历，在股票市场航运砍在地板，电子股追在相对高档的这种惨痛的经验，你这个教训你没有学乖吗？这个教训你没有学起来吗？你还在一而再再而三重蹈覆辙吗？好，那你说整个航运股第一次之外，第二次过年前是一样啊，又杀到相对低档的，又有没有在过年前很多人叫你卖航运去追？当时大家告诉你今年就是要买车电股，就你回过来，你如果在今年过年前你把航运股砍掉的，你去追车电股有没有追到今年的相对高档？啊，哪些车电股你在今年初追到相对高档，哪些车电股就不浪费太多时间多讲了。你看也是第二次，那第三次呢？这个卖到哪边我就不多讲了。第三次也是啊，三月份不是那时候航运股跌到年线，有没有很多人又告诉你卖航运去买 IC 设计，说 IC 设计很便宜哦， IC 设计本益比很低哦，航运股要崩盘了，卖航运去买 IC 设计，结果你把航运股砍的，航运股又反弹上来的。IC 设计从三月份到五月中又跌了一段。你觉得我讲话有没有道理吗？好，那过去我就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我们怎么带做航运股又不多讲。
那你说回过来不要说相信我所讲的，我也讲得很坦白呀、啊。你可以不用相信我，信假说我对航运股有看法、啊。人家长荣总经理怎么讲的？长荣总经理怎么告诉你的？好，再来回过来再看嘛。这是今天航运股下来嘛？我为什么把这几个圈圈圈起来？很多人不是看到昨天三大法人卖吗？投信也站在卖方吗？那、啊、你会发觉你把我讲的话，你自己去真的是。自己有兴趣的人去拿筹码面来验证一下。好，去年的十月份，今年过年前还有三月份的低档，上一次的低档是不是都是投信跟散户砍出来的？你看每一次的低档是不是都是投信跟散户砍出来的？啊，为什么每次投信跟散户都砍在相对低档？其他话我都不多讲。啊，每一次只要航运股跌下来呀、啊。包含最近跌下来，你都一定会在市场听到很多的声音，那种叫一面倒的声音都叫你做什么事？航运要崩盘哦，你赶快把你手上航运股砍掉哦。哦，航运要崩盘，你赶快砍航运哦，然后去买电子股。今天有没有很多人告诉你？昨天跟今天有没有很多人告诉你卖航运买电子，卖航运买电子？有没有很多人又告诉你这句话？卖航运买电子？还有海运巨头真的看坏下半年运价吗？会不会是报章媒体导致过度的扭曲？我是善意讲好听一点，叫做过度扭曲；讲难听一点，叫做胡说八道，叫做假消息呀、啊哦。真的是假难听，这报章媒体是叫假消息；讲好听也是过度扭曲。那你说你去看看原文嘛？哦，真的原文我po在那个我转贴在整个粉丝团里面，你只要进去我的，不管我的 FB 股市群会。我的 Telegram 或者我的 Diet， 我今天的盘中讯息里面，你去点我的盘中讯息，你去看我的粉丝团，你只要点下去，你就可以看到整个海运巨头真的看坏下半年运价的整篇的那个整篇的一个完整的原文在那边提供给你做参考。所以如果你手上有航运类股的，或者你空手的人，真的海运巨头看坏下半年运价吗？你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看信息老师的粉丝团的一个好原文的说明。好，那我直接说，你尽量不要把股票砍在相对低档区。好，如果你有任何操作问题的，欢迎来找我。最后祝大家操作顺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谢谢大家。